疝气不只发生在腹股沟，也出现在横膈膜。当横膈膜出现裂孔，腹腔器官就可能窜至胸腔，恐会引起器官扭转破裂，甚至压迫心肺，危及生命。啊，就是咧，胃甲咧心脏拢去受苦，啊，直直窜啦。你啊，对啊，你啊，较硬的物件都袂过啊，嘿，啊，都袂吐出来。啊，胃不是破空。植物人医守护爱告诉您，以人工网膜修补横膈膜疝气，就能将乱窜的胃肠归位，解除危机。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植物人医守护爱》，我是傅锦华医师。可能有些观众朋友跟我一样，在肚子饿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没有胃口，或有点恶心。那吃完后呢，又会觉得胀或是腹痛，甚至有时候会有呛声啊，或是火烧心、灰球心这样的状况。一开始可能会被当作是胃溃疡啊，或是胃食道逆流等等。但是如果你一旦出现了会胸痛、胸闷、走路会喘、呼吸不顺这样的情形，有可能就罹患了横膈膜疝气这样一个疾病。观众朋友对于横膈膜疝气这个疾病一定非常陌生，今天的现场呢就邀请专家，我们一起来谈谈横膈膜疝气这个疾病。欢迎大林慈济医院一般外科张群明医师。张医师你好。傅医师好，那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林慈济医院一般外科张群明。那欢迎张医师。那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们现在为观众朋友解答昨天在自由人医节目他询问到关于肺部的一些问题。我们现在看这段影片。请问医师，发现肺结节后续该怎么处理呢？我们一般来讲可能会先看一个年龄，还有一个总那个结节的大小。如果结节大小，大于0.8公分以上，可能我们要比较积极的去确认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可能会做一些穿刺啊，或者是内视镜帮这个结节切除送化验。那另外，如果是比较小的结节的话，可能在医生的评估之后，可以考虑是否接受一个追踪的一个方式。追踪的期间的话，如果是第一次发现，有时候我们比较担心，可能3个月后可以做一个断层。那如果是还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可能可以延长到半年或一年来追踪这个结节。微星小提醒：肺结节如果大小超过0.8公分，建议穿刺或内视镜检查来评估是否为恶性。如果小于0.8公分的肺结节，经医师评估，可以依个人不同的状况，考虑每3个月到半年追踪一次。朋友，如果你有任何健康上、医疗上的问题呢，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咨询专线。那今天现场为您接听 call in 的医护团队有：第一位是外科交病房范文林主任，肝胆肠胃科李祥峰医师，身心医学科徐宏杰医师，心脏外科黄世明医师，牙科赖佩君医师，护理部赖秀荣副护理长。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0526480066，2648066，欢迎观众朋友您多加利用。像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有提到说这个疝气哦，其实大家都知道疝气，但是又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是真正叫做疝气，可以请你为我们说明一下吗？是的，那简单的说，就疝气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的身体里，其实我们的身体有很多不同的腔室，那大部分腔室尤其在胸腹中间都是有肌肉跟筋膜会把我们的胸部啊、腹部啊，或者是我们的肚子啊、跟骨盆、跟腹股沟做成分隔，就是这间的分隔，这些墙就是我们的肌肉跟筋膜，是那把不同的腔室分开。那万一说如果我们的肌肉筋膜慢慢的破掉了，或者说慢慢的老化、慢慢的松掉之后产生了破洞，那就不同腔室之间的东西就跑来跑去，对，那这就我们常见的叫疝气，是那常见就叫做腹股沟疝气，就是咱公人工怼灯，嗯，最常见就是怼灯嘛。对，不过今天张医师带来这个个案比较特别，而是横膈膜的一个疝气哈。我们现在看这段影片，待会再请教张医师。好，很结婚哦，来这了。一大早，老邻居就来串门子。住在大林的罗阿嬷一边与邻居们闲话家常，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早餐，这样悠闲又惬意的生活其实得来不易。因为十几年来横膈膜疝气让罗阿嬷经常食不下咽，更因为出血与心脏问题而速度就医。虽曾接受手术治疗，但是一再发作的症状仍让她痛不欲生。可能那个黏膜有破一个小洞，所以胃扭转，
那整个食道就变会打结，会扭转，他都吞咽吞不下去啊。啊，先是开刀给固定，等我胃都会扭转了。哎，真的，超姐遐都食物件，即卖若食落，啊，就积掉咧，就拢会吐倒出来。到迄阵啊，就拢安尼食袂落啊，安尼差不多要到十年啦。啊，一切做歹袂，胃会疼，啊，胃不是破空。我安已经食到73岁啊，医生就讲。这吼无开缓释含心脏都会叫右移安尼啦，我讲嘛右移就死就煞，啊，就是咧胃甲咧心脏拢去受苦，啊，直直喘啦。嘿，那直接要行去个店啊，甲买一个卵吼，都爱休款才会到位啊。啊，你努力着要行十外块，都爱休一款。2014年6月，卢阿嬷因为剧烈胸痛喘不过气，来到大林慈济医院急诊。一般外科张群明医师从 X 光、消化道摄影以及电脑断层影像中确诊，在食道与横膈膜相连处出现约5×5公分大的破洞，整个胃部更穿越横膈膜，跑到胸腔，卡在心脏的后方，不但扭转折叠，更压迫到心肺，导致呼吸困难。横膈膜位于胸腹之间，是隔开胸腔与腹腔的一层肌肉，它的外形就像是一个大圆盘，会随着呼吸上下收缩，使胸腔扩张，是参与呼吸运动及重要的组织。通常横膈膜出现裂孔，初期大多没有症状，但由于胸腔属于负压环境，当横膈膜裂孔越来越大之后，腹腔的器官就很可能穿越破洞，被吸入胸腔，形成横膈膜疝气。倘若发生器官扭转坏死，或是压迫到心肺，将导致肠、胃、心、肺等症状一并出现，需以外科手术治疗，否则可能危及生命。刚才张医师已经为我们说明了疝气嘛，那观众朋友很想知道横膈膜在身体的什么位置，那它有什么功能呢？是，我们可以看这张投影片啊，其实我们的横膈膜就是位在我们的胸腔跟腹腔中间哦。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胸腔、我们的心脏跟肺脏哦。那这是我们的腹腔哦，我们的肝脏跟胃。那它可以看到说，把胸腔跟腹腔隔开的中间这一道肌肉组织哦，这一层有点像降落伞的肌肉组织，就是横膈膜。那横膈膜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它其实是参与我们呼吸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当横膈膜是一块肌肉，它跟我们胸部的肌肉一起收缩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可以把肺部往下往上压，那它放松的时候就可以下降，所以它藉由这样肌肉的收缩跟放松，就可以参与让我们的呼吸可以更顺畅。是，所以它一个很重要一个呼吸的一个器官。是，那我们这个卢阿嬷它是罹患的这个横膈膜疝气，那什么是横膈膜疝气？那哪些族群比较容易要注意到会得到这个疾病呢？是，傅医师可以看到我们这张投影片，观众朋友看一下，就是刚介绍到说哈，这一层肌肉层就是横膈膜。那大家看到所谓的横膈膜疝气，就是刚刚讲到说，当这一层肌肉组织如果产生破洞的时候，那可以看到当破洞发生的时候，胸腔跟腹腔这两个腔室就相连了，是，就变成好像开了一个门。那胸腔是属于我们的负压，那这边是正压，就是说压力从高的地方往低的地方跑，所以可以看到就会把我们的肠子给推上去，那有时候严重的甚至会把我们的胃给推到胸腔里面去。那一旦胃跟肠子本来是肚子里面，结果它跑到不该跑的胸腔里去的时候，它你看可以看到它这边就压迫了我们的肺脏，那有时候甚至会压迫到心脏。那这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常讲的横膈膜疝气。那它好发的年龄一般来说啦，常常是在第一个是小孩子，就是说是先天的。有时候我们的横膈膜是一块肌肉，那它在发育的过程中，从妈妈的从在胚胎在肚子里的时候，这块肌肉没有完全的粘起来，所以它一旦出生之后，先天这边就有一个破洞，所以后来有时候小朋友会发现产生这个横膈膜疝气的症状。是。那第二个好发族群是说老年人，或者是有时候年轻人，其实不一定，就是产生原因是因为车祸引起的，是，或是外伤撞到，那撞到之后导致我们的横膈膜有破洞，有些人一开始破洞很大，那就是很快就发现，是，有些人的破洞小小的，
但是后来时间久了，破洞越来越大。当你越来越老的时候，破洞越来越大，所以有时候老年的时候才发现。是，所以我们那个卢阿嬷就属于有可能比较是属于年纪大退化跟可能外伤造成这样。对对对，是。那他一开始来急诊室的时候，他好像症状已经很久了，不过到急诊室的时候好像还蛮危急的。那时候他的状况是怎么样呢？是，所以是给大家看这张投影片哦。但这是卢阿嬷当时来到我们急诊室的时候的状况哦。那她其实当时她最主要的症状是胸痛，是跟没有办法吃东西。她其实走路走几步路就会感觉心中诶皮皮串，是，而且胸部会有灼热感、灰蛇心，然后又会胸痛，而且她吃东西就会吐。是。那其实后来我们帮她做电脑断层检查的时候，发现说，其实一坐就吓了一大跳。大家可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这是卢阿嬷的胸腔。那胸腔里面黑色的这个是肺部。那白色的这个是心脏，我们有打药，所以心脏变得比较亮。那可以看到说，这边有一个灰色的东西，哦，这个囊状袋其实就是我们的胃。是。那正常胃是要在肚子里面，就卢阿嬷的胃整个跑到胸腔里面去，而且就压在心脏的下方。大家可以看到另一个图，可以看到上面这个白白的是心脏，那下面这个是胃，所以整个胃都跑到心脏里面去，肺脏里不跑到胸腔里面去了，压迫到心脏跟肺。所以卢阿嬷的表现就是她觉得心脏痛，然后胸痛，然后心脏跳得很厉害，那呼吸会喘，那甚至有时候在外院的医生都觉得他是有心脏病，都建议他要开心脏。是。那在这个图片里面，卢阿嬷的横膈膜跑到哪边去了？哦，是，观众朋友看到，其实这是这个我们像有点像这两个圆凸起来的圆盘，就是我们的横膈膜，这个细细的组织就是我们的横膈膜肌肉。那刚好在前面破了一个大洞，所以胃就跑上去了。哦，就看起来是整个胃啊都往上移了。对，是。那这个一开始我有提到说，可能观众朋友也会有灰球心啊，或是一掐声啊，或是有点胃痛啊，那这个是胃这个横膈膜疝气的表现吗？还是说它有哪些的症状我们需要特别的小心跟注意呢？一般来说，其实横膈膜的症状它有时候会跟一些病给搞混，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像有时候胃痛，那第二个叫做胃食道逆流，它的表现症状其实就是灰球心，干嘛讲这边很胸口有灼热感。是。那其实这是早期轻微的，就是说刚一开始是这样子，可是当如果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它就会产生我们讲的胸痛跟喘这个症状。是。那这样跟一般的心脏疾病容不容易做分辨？其实最主要是它除了胸痛之后，它伴随有食道，就是我们消化道的症状，是它会有灰蛇心、灼热感跟胃不舒服、肚子闷闷的，那这个其实就可以做个区分了。是。那我们跟一般常讲的说胃食道逆流也可以做区分，因为它又伴随有胸部的症状，所以又可以做区分。所以如果说有肠胃道症状，又有胸腔心肺的症状，就要特别的当心哦。那张医师，我们要怎么样做最正确的诊断，来知道说是不是这个？一般来说，我们如果要做诊断的话，其实一开始都是考虑做胃镜。是。那一般的话，通常我们觉得胃食道逆流都是先做胃镜。那胃镜一做下去，就发现不对，怎么胃有跑到胸腔？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赶快去做个电脑断层，就可以看得到说，其实是有胃横膈膜疝气。是。那如果说像我都很怕做胃镜的，有没有其他的替代的方法？有时候比较严重的照个 X 光就可以看到说，我们的胸腔里面有一些不正常的东西跑出来，但是这个要严重一点的才看得到。所以就是要看症状哦，然后看什么样的什么时期什么样的检查最符合他的一个确定诊断的一个标准哈。是。那听到张医师这样说明后，我们大概知道横膈膜疝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那接下来治疗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哦。对。我们现在看这段影片，待会再请教张医师。由于卢阿嬷的横膈膜疝气已经严重影响到她的心肺功能，一般外科张群明医师说服阿嬷接受横膈疝气修补手术，但是十几年前卢阿嬷也曾动过手术，加上胃部上移的时间过久，与横膈膜间已有严重粘连，更增添手术的危险与困难。张群明医师先将粘连部位仔细分离，再以人工网膜围着食道旁的裂孔，将横膈膜修补缝合，不但将乱跑的胃袋拉回腹腔归位，也解除了心脏的压迫，一次解除吃不下咽与胸痛难喘的问题。啊，你好，现在你人感觉哪好不？好啦，你给我抬你听。拍摄啦，拍摄啦，吼！来啊，我给你扛出我看一下，好不？拍摄。张医师有够好。安尼吼，阿妈长阿妈短有够好诶。
啊嘛，找无少年囡仔才乖才好，医生真少啦。阮新妇就是甲讲啦，妈妈这肌炎啦，拄好在来拄到这个医生啦，啊无妈妈搁找别个医生嘛，搞无在调啦。啊，拄到这个少年嘞，好大，食好大药啊，甲甲妈妈救起来，该做就是伊也好运啦，我也好运啦，两个拢都有好运啦。啊，人好无啊？啊，即摆真好。即摆真好，未歹未歹。看你逐工拢咧笑，面拢做欢喜的，拢笑眯眯。啊，这是肉肚，这是胸坎，胸坎伫顶面啊，这是你的两骨，伊下骹吼。啊，这粒大大，这是心脏吼。其实你的胃是走去细胞的顶面啦，包遐拢是你的胃，即摆拢无去啊。即摆你的胃已经走入去肉肚内底啊，这是你的胃。上好，就是走路拢袂喘。安尼直接行个恁住者安尼也袂喘，你心脏也袂迄落啊，啊住安尼胃也袂也较舒服啊，安尼腹肚内拢袂啊，即下好要来菜园啊，就来菜园啊，啊因遐就讲要来对啊，啊就甲人去对啊，即下无共人啊啦，啊笑安尼哦，好我去菜园啊遐，大家拢安尼甲我讲，啊笑安尼讲，啊看你即摆人落菜园啊，安尼行着路安尼足活泼嘞，因摆落菜园。就搁到迄个花遐坐一下，再有几个菜啊，啊，即摆免啦吼，即摆安尼真舒服啊吼。解决了压在心头的多年宿疾，刘阿嬷又能天天到自家的开心农场报道，与老邻居们闲话家常，过着轻松健康的乡居生活。观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医疗上的问题，或是对本集节目有任何问题，都欢迎你拨打我们的健康咨询专线05-2648-066。但是我们提到说横膈膜疝气的治疗，好像也是一个大学问、那它不治疗会自动愈合吗？还是说有哪些非手术方法的方法可以治疗呢？是，一般我们说疝气，因为是肌肉整个松掉破掉，所以其实不可能能够变好，是、所以变成说我们能做就是靠药物来控制症状。像早期的横膈膜疝气，因为只有部分的胃跑上去一点点，所以它的症状很像是胃食道逆流，所以其实你只要吃药物制酸剂或是促进让胃动快一点，其实你的胸口灼热的症状就可以改善、可是一般我们常说什么时候要开刀、就是万一你的胃跑上去了三分之一，是、那其实很大的部分跑上去，这个建议开刀。第二个，如果你一直吃药没有效，可能我们就会建议开刀了。对。那刚才有提到说，如果我是属于那种，不是老化，是那种受伤造成的、那个是不是就要马上接受？对对对，因为通常这个跟老化不一样，老化是你有时间让胃慢慢跑上去，可是这种外伤性有时候一旦破裂，很大的部分的器官跑上去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导致器官瞬间的缺血或坏死，所以要马上手术。是，对。那在手术的方法里面有没有可选择，还是说它只有一种手术的方法？一般来说，我们手术其实现在都是做微创手术，就是用腹腔镜。那一般来说，我们会进去把我们的胃给拉回来，或肠子拉回来正常的位置。那如果破洞是小洞，有时候我们会直接用针把它缝起来，线缝起来。是。可是破洞比较大洞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用人工网膜。是。那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就像我们的罗阿嬷吼，那阿嬷因为她其实破洞是5×5公分，那可以看到说，我们开完刀之后，把她胃整个拉回来，这个是心脏吼啊，这个是肺，然后结果就回到正常的位置了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她的胃，就被我们拉回来，很像一个小婴儿躺在这里吼，胃就跑到她回原来的腹腔里。那像阿嬷，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这圈白白的，就是我们用人工网膜帮阿嬷给把这个破洞给补起来。是，对。不过听张医师这样讲好像很简单哦，两三秒大概过去。不过听说这个阿嬷手术过程其实有一些难度哦，她好像是接受，她没有办法接受微创手术。对，是是，因为她其实十几年前就因为这个疾病开过刀，可是后来开完刀之后很快胃又跑上，又破掉跑上去了，所以她其实因为之前开过刀，而且她这就是整个胃跑上去，胃就压在心脏下方，又压在食道旁边跟胸肺部旁边，其实属于一个很危险的地带，所以有时候用会怕会粘连，又它这么危险的地带，有时候我们会考虑说用传统的。那传统手术的好处是可以让粘连比较快剥，是，而且有时候视野比较大，如果万一真的有问题，我们可以很快的把胸腔的一些出血做止血。那索性说开进去之后，肚子里面有部分粘连，那剥完之后胸腔只有布一点点的粘连，所以我们能够顺利的把这个刀给开完，也是有惊无险这样子。是是，所以也是因为阿嬷的症状，罗阿嬷症状比较严重，所以那时候就没有考虑是用所谓的内视镜微创的手术，因为它太严重了。太严重哈。那你刚才有提到说你给阿嬷
加了一个什么网子哦，人工的网子哦，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是，那这边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哦，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我们在做疝气的修补的时候，其实不管是任何的疝气，我们都会建议用，可以考虑用网膜，人工网膜，我们就会用这一片类似这样子的人工网膜。那其实人工网膜有很多种不同的形状跟不同的材质，那我这是举拿一片来跟大家做介绍。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透明的网状的一层薄膜，其实哦，它的功能哦，就是要来取代我们人体的正常肌肉跟筋膜。那刚刚介绍到说，疝气其实是肌肉跟筋膜有破一个洞。那如果破一个洞之后，破比较大洞，你硬是要把肌肉拉起来缝起来，其实有时候久了那个压力张力很大，又会再裂掉了。是，所以我们现在科技很进步，就是把这个破洞中间你放一块大小适当的薄片，把它放上去之后，那把旁边给它缝起来，是，它就取代了我们的正常的肌肉。那久了之后，我们旁边的组织会长起来，这样就变成一个很强韧的一层膜，是，把它给这个破洞给补起来。是，所以而且用这个的好处是它比较不容易再破掉，是，所以更安全。为什么用这个用？如果直接把它缝合，比较会有再复发的，有这样的机会是不是？哦，是，大家其实可以想象说，你今天比如说你的衣服破了一个大洞。你今天你硬是要把衣服这样子拉起来缝起来，嗯，其实我们说这样真的是一个水力气，你穿了一个水力气，是，所以衣服破一个大洞，你只好拿一块布再来补，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肌肉破了一个大洞之后，你这样直接抓起来它还是很容易再裂掉，所以我们还是要靠这种高科技的人工网膜来补我们身体的疝气的破洞，这样子。那手术后我们的王妈的恢复状况怎么样呢？她心肺功能是不是恢复都还可以？是，其实就像一开始之前一直以为阿嬷说有一些心脏的疾病，还或是一些会喘，让人家以为是心脏病。其实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个胃整个跑上去在作怪。那后来我们把这个胃整个移下来正常的位置之后，阿嬷的心脏病、喘啊这些症状、胸痛的症状，就整个几乎都改善非常非常多了。所以阿嬷现在她都可以正常的去走路，而且另一个是她本来没有办法吃东西，吃了就会吐。那因为我们也把胃移回来它正常的位置之后，阿嬷现在吃东西也变得顺畅，所以她食欲也变好了，然后身体也变健康了，所以阿嬷复原的蛮好的。对，我看她恢复的很好。是，那最后就是观众朋友也想知道说，我接受这样的一个手术之后有没有什么要术后要特别注意的呢？其实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的横膈膜疝气，不管横膈膜疝气或任何的疝气，其实开完刀之后，因为我们是用人工网膜补上去，其实网膜补上去之后，你要一点时间让这个网膜的组织可以慢慢的长起来。是，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会常讲说，做完疝气手术的患者最忌讳最不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去搬重物。是，因为你比如说头一两个月它组织还在长起来的过程中，你去搬一个很重的东西，或者想说，哦，我赶快回去工作，就一搬之后不小心有时候可能缝合的地方又会裂掉，而导致我们的疝气可能又会再复发，所以头一两个月不要去搬重物，之后就没问题了。那饮食呢？饮食没有禁忌，你可以正常吃，就像阿嬷开完刀之后她可以正常的吃，吃得很不错。所以最重要就是不要太手术后不要太用力哦，让伤口又裂开哦。对，那谢谢张医师，我们今天终于了解什么叫横膈膜疝气，非常的清楚，谢谢你，谢谢，感恩。当您发现孩子的发展比较慢时，您是相信大家慢提，还是会及早接受治疗呢？哪一个？0到3岁哈，是脑部发育的黄金时期啊。你如果这个时候不做，很多都已经固定了。发展迟缓不是绝望，早期疗愈还是可以创造奇迹。下周一，智慧人医守护爱与您分享守护慢飞天使。